老贝，忙着呢。许灵娟，你是怎么教育我们贫下中农后的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别看同志，嗯，你听我解释。他，你能解释得清楚吗？你啊，来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？来，他是逃荒来的，是郭大叔。你别郭大叔，我问你什么关系？你打住，闺女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我是四川绵阳来的。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来，别害怕，来。你不要害怕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许灵俊。被打到七队接受劳动改造，我本队会计兼保管员，又兼粮站主任，你就大胆揭发，有什么事儿有我有一级组织给你做强大后盾。来说，没事说啊。领导，我是四川绵阳来的。我们家遭灾了，家里没得吃的。我爸爸妈妈给我说了个对象。哎哎，你等等，是不是他？不是。啊，继续说。给我说了个对象，嗯，让我坐火车到宁夏，嗯，我就来了。嗯，我的那个对象是个拖拉机手。嗯，前几天反正死了，然后怎么我就没地方去了。好，姑娘，你有点跑题了，我就叫你揭发他怎么把你拐骗过来的。来说，他没有拐骗。那怎么到这个炕上来了？是我自己来的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睡觉。啊，不，白干同志，嗯，不是睡觉，嗯，是睡觉。是，是郭大叔把他从街上领来的，嗯，然后以为我不在家，就临时安排在我。但是你在家里，是我从山上送白玉下来。你少给我套近乎。跟我们家白玉没有关系。来，你说，我没套近乎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可以找郭大叔了解情况。又郭大叔，我明白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劳动改造的场所乱搞男女关系，耍流氓。我没有。你闭嘴！你们这叫搞破鞋，懂不懂？我们没得搞破鞋。就在搞破鞋。没有搞破鞋。你再讲一个。一对奸夫淫妇狼狈为奸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出去！皇上，谁啊？开门！哎，白叔，呀，咋了这是？白叔，全副武装执行任务。咋？啥事还得全副武装啊？你快点，路上跟你说。你现在行，老了，瞌睡还多了。这不都是邻居昨天晚上折腾的没睡好吗？就是啊，小旭怎么半夜跑回来了？
你说是不是跟秀芝这孩子有缘分啊？哎，别瞎说。前阵子啊，领进为了你一百块钱的事儿，卖了血还把媳妇给丢了，掩映了好一阵呢。我说一会儿见了他，可不敢再提缘分这俩字儿啊，不提啊。你们这些男人，心热起来啊，像个火盆子，凉起来像个冰疙瘩。我看啊，他俩就挺有缘分的。 去领进那里，看看咋给秀占的。梯队的乡亲们，赶紧出来抓奸夫淫妇了！乡亲们出来抓奸夫淫妇！坏了，出大事了！哎，怎么了？啊？董曹子下喊什么？什么奸夫淫妇的？他能别骂好屁！ 早有手这儿，也别管那么多了，先过去看看，万一他要欺负老徐，你靠怎么收拾他？走，大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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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不能接走？闯祸了，闯大祸了！闯祸了？闯什么祸了？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，进去看看。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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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乡亲们，招了，承认了，就是在耍流氓。他没有耍流氓。啊，好，老闺女，是没耍流氓吗？那我来问你，刚才在许灵军的屋里，你回答的是什么？来，大家说一说。对，你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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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
啊，难以启齿。好，那我代表你说，我问他到炕上干什么来了，他说睡觉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啊！乡亲们。 一男一女同时睡在一个炕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正经点，他没有耍流氓，那是自愿来。董长生，有。身为一个民兵排长，在这种重大事情面前。 你应该怎么处理，还用我说吗？把人带走！哎，老子看今天谁敢动，谢狗来，又是你这个坏分子，你想干啥？你给我躲开啊！别妨碍我们工作。上来这一趟，工作个屁！董长生，你想干什么？ 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谁也不许乱抓人。就是，谁敢？谁敢？谁敢？还有没有王法吗？都站开场！谁再敢妨碍我们工作，连你一起抓！滚！谢狗来，真他妈！看来今天，咱俩真是要干一架了啊！练了就练了，老子霸脸眼睛没瞧得起你，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你少过来这套！哎，我看你还不顺眼呢，你说咋整？ 农场规矩，土鳖。好，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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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
这你们，你们这是干啥呀？杀个无辜有点事，行不行啊？队长，现在是一个耍流氓，一个干扰革命工作，两个违抗组织纪律，还有一个贩卖人口。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？你学什么呀？老白呀，你就少勾点火吧。这事儿有那么严重吗？啊，你怎么不说他们联合起来造反呢？你以为没有联合造反这个嫌疑吗？好了，老白。 你说再没啥清楚自己事儿之前，不要乱定性。现在是这么个现状，你说怎么解决？大嫂，赶紧领他啊，去包扎一下，快去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快去！我不走，快去！我不走，快去！我不走，看着，看着，许林军和这个女娃，不许他们出屋。 咱们回队里开会。你在这看着。是非明确，我老白还怕开会吗？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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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想着领军不在家，我让他在那住一夜，谁知道领军他晚上又回来了呢？那你说，这老白又是咋知道的？我哪知道他大清早去干啥去了？这不都凑巧了吗？好了，先别说了，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，那你说该咋办呢？啊，
咱总得想个办法解决呀，你说。咱给他来个生米做熟饭，让他俩结婚。啥？结婚？那不是成拉郎配了吗？不行不行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队长，凌俊这孩子不错，咱不能眼睁睁着看着他出事啊。我已经让瞎子开解说信息了，我让建立把电话线剪了。是，队长，咱哥俩这么多年了，你的心得过我，这事你得听我的。好好好，事情紧急，也只能这么办了。你都安排好了吗？我都安排好了，咱哥几个，我就不信对付不了这个老白根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走走。哎，你们怎么才回来？这个会还开不开了啊？你急啥呀？抢着投胎呀？你觉得你很幽默是吧？不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少说几句吧。开会。长话短说啊，这个事儿你们说吧，怎么办？还怎么办？耍流氓直接抓！哎，老白根，你说抓就抓，哎，你凭啥说人耍流氓？人家姑娘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人那是自愿的嘛！你少人家，人家想把罪酒往外摘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跟你直接关系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俩别相互掐了。我看这件事儿啊，事关重大，咱们必须向厂部汇报一下。我同意，这事儿太大了，咱不能私自定罪，这事儿得组织上说了算。哎。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好了要出点什么幺蛾子吧？哎呀，我说老白呀，你说怎么是我们俩商量好呢？这不是咱们仨正在商量这件事儿了吗？不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不，您到底想咋的啊？你不说向厂部汇报吗？是啊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打电话，打。哎，这个电话有问题。哟，有问题？不可能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看看，行，坏了。老板，这个电话可是你平时用的多哈，你这是不是你弄坏的？看一看，查一查那线。不可能出事儿啊！你这个节骨眼，你这不耽误正事儿吗？你这，哎呀，你真是耽误正事儿啊！好好查一查，查错。寄送信都好了，好，来，快点。我这这，走，姑娘寄了信，她昨天就交给我了，在我身上揣着呢。哎呀，看来。你是早有准备啊！行，他道高一尺，不行咱魔高一丈。这事儿办的，电话线叫哪个孙子给掐断了？断了，断了，那赶紧修啊！修什么修啊？我才掐掐一大截子，就根本够不着，肯定是接机铃破坏，我非要查到底不可。你看查出我怎么收拾他？呀，咱们说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没电话，我这怎么办？算了吧，还是我跑一趟厂部，我去汇报。好，老郭，你骑马去，快去快回。哎，啊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痞子，我说老白呀，让他快去快回啊。不对，痞子今天人模狗样的，态度反常，肯定有文章里头。哎呀，我说有啥文章啊？这一切事不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在办吗？嗯，别琢磨了啊。给你惹了这么大的祸，对不起啊，真的对不起。我昨天要是没来就好了。这不怪你，
你没地方去，总不能让你睡大街上吧？再说了，昨天晚上是我突然间回来的。他们不会真的把你交给公安吧？我们什么都没干，我问心无愧。但是那个老毕根说有烟尘。是，我刚刚从老拐墩释放出来。我没得别的意思，我是害怕他们冤枉你。如果没有公理和正义，那要清白还有什么用？徐大哥，我不晓得你以前的事情，但是我晓得你爱读书，你有文化，你是个好人。我不想他们把你带走。要不你就说我是你的女人。不行，这怎么行啊？我不能玷污了你的清白。你是嫌弃我？不，我没有那意思。总之就是不行。但是那咋个办嘛？他们等一下就来抓你了。我不想害你。我虽然没咋个读过书，但是道理我懂。妈妈说，做人不亏欠。我不想因为他们把你抓走，这样这辈子我活着我都不安心。小珍，你先别着急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再等一等，啊？我想郭大叔和张队长他们肯定会有办法。你相信我。这两个人在你们队里都政审过了吗？哎，审了，哪能不审呢？这不队委都盖章了啊。那他们自己怎么不来呢？哎呦，我们队里忙啊，太忙了，他俩一个萝卜一个窝，走不开。我是代表队委来给他们办的。你们厂部什么意见？这事还用厂部给啥意见？队委盖了章不就行了吗？再说他俩都是队里介绍的，俩人都没意见。那还有啥问题？哦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这个倒没什么。啊，哎呀，同志啊，你看我这把岁数了，大老远跑来也不易，您就行个方便，抓紧给办了呗。我们呢，还等着办些事儿呢。行，那我现在就给你办。哎。结婚日期改成昨天。为什么呀？你想想，今天4号不吉利。嗨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那么迷信？不怕您见笑，我们农村人啊，他讲究这个。那行，我看你这大叔也挺热情的，我去帮你这个忙。哎呀，要是我们农村人来办事儿，都碰到你这样的同志，那可是太好了。等回去啊，我让队里写封表扬信给您寄来啊。大叔，您真能开玩笑，我们这儿都一样，讲规矩。哎，老朱，你看看你写的啊，狗屁不通，错别字连篇，你说我说你什么好？对不起。我知道，我疏忽了，我疏忽。你这是疏忽吗？啊，没文化，都懒得骂你。是。
许灵均最近情况怎么样？啊，在七队改造呢。我不知道在七队改造吗？啊，净说这没用的话，盯紧一点。哦，好，好，改进。哎，我知道错了啊。曹叔叔，菊花，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呢？我都休息了一整天了，闷死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许灵均啊？ 这两天曹叔太忙，忙完这几天我就带你去。自己去，那可不成。雪花，不能到处乱跑啊！这不行，那不行，你不是说等我病好了就可以带我去见许灵均吗？是是，曹叔叔答应你了，我一定让你去见他，但是你也得答应曹叔叔，好好休息，啊。 不是老白呀，你可别转来转去的了啊！你说转的人直眼晕啊！你说这郭撇子怎么回事啊？办什么事儿也该回来了呀？哎呀，你看，这现在办什么事儿那么容易啊？啊，这农场啊，说不定还有别的事儿呢。耐心的等一会儿，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？ 这小子会不会偷着干什么去了？不会的，他能偷着干啥去啊？你可别瞎猜了。不，我怀疑啊，这里头可能有什么阴谋。队长，你没什么事瞒着我吧？我有什么事能瞒着你呀？你说你，我说老白呀，嗯，你可别老疑神疑鬼的。 不是我疑神疑鬼，我怀疑他搞什么阴谋，我怀疑他犯重大错误。哎呀，他不能！啊，你先坐着，咱们好好等一会儿啊。他一会儿回来，不什么都清楚了吗？啊，来来来来，等他回来就都清楚了。来来来，坐着，坐着。来，阿英，你干什么去了你啊？啊，水，哎，水，水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快喝口水。 哎呀，哎呀，你慢点咳嗽啊，慢点咳，这热水刚到的。我那老兄，你能不能赶快说话？啊，见人了没有？哎呀，哎，你是不是有病你？见人了没有？催催催，你催啥催？跟催命似的呢？啊，催命似的，你来来，那你快说快说，坐下坐下，好，坐着吧。 哎，老白呀，坐下来听啊！我坐得住吗？我，你爱坐你坐啊啊！来，你看，啊啊，你说说话啊，快啊！我去了账部，先到了办公室，就没人。我就等，等了半天没动静，哎，我就不信了，他咋就没人呢？我就找，嗯，我找啊找啊，我转了一大圈，哎。 找着了，一个人也没有啊！哎，后来呢？是啊，嗯，我寻思咱不能白来呀，我就去打听。结果我费了好大劲儿，我找到了朱主任。那也行啊。朱主任说，叶厂长上去工作去了，曹副厂长到下面调研去了，官事都不在呀。 最后呢，最后就回来了，这咋不能赖着？人他又不管饭，是吧？你贫不贫你啊？合着你半天什么事儿也没办成，是不是？哎，人不在，没办法。哎呀，老白呀，算了，这事儿呢你也不能怨老郭啊，这人不在，事儿办不了，咱明天再说吧。
哎，为什么等到明天呢？这个事儿必须今天办的呀。老白，嗯，你说这人不在，他办不了，那你有啥办法？队长，时间不等人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啊，咱不能指望上头了。咱们自己先去审查清楚了，咱们搞清楚了，厂部来人，咱不就好汇报了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哎，这倒是个办法啊！嗯，就这么办。对，走走。哎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哎呀，我呢？你快走两步啊！哎呀，别找了啊！嗯，走。徐大哥，这都一整天了，咋个没个动静嘞？别着急，郭大叔他们肯定在想办法。我这心头啊，一直都不踏实。没事，身正不怕影先。站起来！我们现在要对你进行审查。难怪你干出这种事来，看看看，都是这些大毒草害的你，非把你的根儿给拉出来不行。结婚证，哎，你们把结婚证都办了，队长你看，哎，我看看，不可能啊，结婚证，哎，看看是不是真的，别弄假了。结婚证是真的，日期是昨天的，绝对不可能。许令俊啊，可你把结婚证都开出来了，你昨天咋不说？你可把这事给闹的你。郭痞子，你不是说昨天刚把闺女接过来吗？啊，他们哪有时间办这个结婚证啊？啊，是我说了，我说了。你装什么糊涂你啊？当时那么多人听着了。老白干，我上次给林军不是介绍了一个没介绍成吗？我这会儿啊，我又当了一把大红娘，我给他介绍成了。你们这个介绍信谁给开的？我开的。谁给你的权利？不，我也是队委啊，这队委都能开不是？那章子就在那儿，我顺势我就给他开了。你还好意思提队委？这个事儿经过队委讨论了吗？啊？你俩先出去。你说，你结婚开介绍信的时候也经过队委讨论了，哎，你整天抱了个章子随便到处盖，你说你问过队委吗？不，你盖章的时候你问过我吗？啊，你少扯别的。啊，我明白了，队长，这个事儿不合法。这结婚证要是假的，它不合法；要是真的，就合法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啊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啊！现在呢，他们已经办了结婚证了，这结婚证也是真的，嗯，这就合法了。那他们就是夫妻，我看呐，这个事儿就算了，啊，算了啊，绝对不行！我要查，而且要一查到底。嘿，你是冲着我来了是吧？你还用问吗？行行，你查，你查，你查。我郭痞子三代贫农，我还怕你查？你就查到天上去，老子也不怕，你还能吃了我？你知道你要犯什么错误吗？啥？即便这个结婚证是真的，但是他这组织程序不合法，不能算数。哎呀，老白呀，算了算了啊，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吧。啊，这事儿呢，就这么定。你是真不管了是吗？
我来管。我上面说。哎，老白呀，你可别惹事儿了，是他在惹事儿。哎，老白，老白，郭大叔，这结婚证咋回事儿？实在是没办法，我不能眼睁睁着看着你被他们抓走，我就跑了一趟农垦，把你们俩这结婚证给办了。啥？这太不合适了，没经过人姑的同意就把结婚证给办了呢？不不不，我同意，只要能救徐大哥，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。你看人家闺女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啥？领军啊，你摊上这档子事儿，往后指不定得断多大的篓子呢。哟，不行，我得赶快去了，队长一个人不行。郭大叔，你俩好好的谈谈啊，好好谈谈。啪叔，我说你妈好呢，你怎么就那么金贵呢？啊，你受点委屈怎么了？结婚证都到手了，哎，你给弄砸了，哎，哎呀，啪叔，我跟你说，平时我不埋怨你啊，你这么个老奸巨猾的智多星，不是你这事儿你怎么还能办砸呢？你，是我这个脾气，他说要到厂部汇报，还说要一查到底，哎呀，都怪我，怪我！哎呀，要我说啊，这事儿没事儿，为嘛呢？结婚证是真的，怎么的？告去，他告个屁！你说呢？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这老白干这王八蛋怎么处处跟咱们作对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是不是得收拾他去？我行了，干嘛去？我这不收拾他，我你还惹啥事儿？我现在就担心这事捅上去，万一真的捅上去，凌军可就摊上大事了啊！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嗯，来，老王八蛋来嘞！哎，老白干，你这到哪去啊？厂部。不，你这个点了，你说你去厂部干啥去？我还得给你汇报汇报，是吧？不是，你看把他嘚瑟的，还去厂部了，怕啥来啥。不是，这老白干真可气啊！我去厂部，我抓他去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去？啊？呜呜喳喳，怎么的？你去能干嘛？他能把我咋的？只要领军没事儿，我就是再挨一土批，我愿意。能不明白呢？这事儿到这份儿上了，就你这脑袋啊，挨八土批也不管用了，得智取，你明白吗？哎，他就欠揍。哎呀，你坐着，冷静冷静啊，智取啊，坐着歇着，智取。哎呀，我得琢磨琢磨怎么智取呢。现在咋个办？这个事情算不算过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个老白干不会这么轻易善罢甘休的。他咋个那么坏嘞？他是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，他最恨的就是我们这种人。不，这你跟他没得仇。他为啥就恨你啊？徐大国，对不起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你这日子本来就过得多不容易的，
么又连累你，对不起。秋水姑娘，你别这么想，这一切都是天意，我没有权利选择。要能证明我们是真夫妻，那你就不是耍流氓，老白根儿就拿你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啊？徐大哥，只要我们是真夫妻了，哪个拿你没办法，你就不是耍流氓。对，这样子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秀芝姑娘，你听我的。这绝对不行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绝对不行，你这是在害我，你懂不懂？只要度过今天的难关，你以后把我休了也可以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那更不行了。